文帝能坐上现在的皇位，可是欠了很多人的恩情呢。当初立帝残暴加害百姓，是文帝起兵造反。林不疑真正的父亲霍冲将军在都城战死，霍家满门被灭门，林不疑侥幸逃过了一劫。作为霍家的遗孤，林不疑深受文帝的宠爱，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亲，因为这是他欠霍冲将军的。人人都拿当初的情分要挟文帝，汝阳王的老王妃总是把恩情挂在嘴边，王陵的阿母文秋君更是想光复前阿王遗下的风光，个个都在觊觎着文帝的皇位，就连最受宠的岳飞背后的家族也都虎视眈眈。文帝的亲生女儿三公主串通舅舅小月侯故意叛国，私自铸造潜力，岳飞凭着真相一巴掌扇过去，把小月侯扇了个措手不及，实在是太解气了。在文帝忙着磕 CP 的时候，个个都想着如何把文帝拉下皇位。要说全都城对文帝最忠心的莫过于林不疑了，而文帝最信任的也是林不疑，说两人是对方的白月光也不为过。可以想象到这皇位是有多不好做了。对此你喜欢文帝吗？你觉得文帝可爱吗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。